寒问暖的问候信件。陈老板，多日不见，真是想念。给老客户的合作方案说明书。株式企业特别为贵公司规划了 AB 两种广告方案。给新客户的业务开发信。我是株式企业的司令，希望有机会跟你们合作。合作中的报价单或企划案。这已经是我们提供最划算的价格了。与客户打交道呢，是所有业务基本的必备能力。Email 的往来往往更长于双方见面的时间，因此呢，客户对你的印象通常就取决于你 Email 的撰写方式。喂 ，Jessica， 我寄给你 Email， 你收到了吗？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没收到吗？哦，好，那我等下打给你哦。拜拜。新人业务常犯的错误，一寄完信立刻打电话，对方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帮你确认那封可能还在路上的 email。我就怕对方漏看信嘛。是有多急？你就不能先传个讯息，或是等十分钟再电话确认吗？还有，信件内文也要说清楚，何时会联络，何时要确认，要确认事项又有什么？我改，我改。好了，有错字。好，又忘了寄附件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陈思颖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要我说几次？寄出以后又一直重复修改，徒增对方困扰。都改好了啦。好，然后就是。小屁孩就是小屁孩，总是犯些最基本的错误。不是新人也常犯的错误。小晴姐，可以帮我回复一下客户？哎呀，好忙哦，工作怎么那么多啊？好吧，算了。真的，我会装忙啊。开玩笑的啦，我听到你骂我喽。好了，我回复了。司令，明天的咖啡就麻烦喽。你以为回复信件只是单纯打几行字就不会错了吗？我做错了吗？原本的信件有 CC 这些人，你却只有回复给寄件人。还有，你回复的信件居然删除了原信件的内容。那这些收件人是不需要知道之前的资讯吗？知道他们去哪里找啊？我不小心删除的嘛。对方回复我了，太好了，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。案子进入新的阶段，就给我新增一个新的信件，一直 re 是要 re 到天荒地老啊！我错了嘛，我重改。除了呢，以上的错误不要犯，当然还有一些资深老鸟才知道的小撇步，可以帮你加分。对，我们就是太年轻了，才会犯这种小错误。难道年轻貌美也是一种罪过吗？你们俩给我闭嘴！贴心的 email 加分小技巧。如果是代为寄信，像是小晴刚才那样，或者是案子转接手，因为寄件人跟联络人不一样，也务必在信件里面说明清楚，不然看到不一样的人名，会让收件人很困惑的。我要离职了吗？还有呢，如果附件内容很多，或者是资讯很复杂的话，也务必简单说明清楚。当然可以条列式是最好的啦。这些在我们之前的那个空中 email 教室也有说明过哦。那个已经五年多前了吧？两年多前而已，好吗？原来妮娜姐已经这么资深了。你们两个小屁孩！最后呢，如果你寄出的是 PPT 档，常常会因为电脑或是浏览方式的关系造成格式跑掉，所以建议可以再附加一个 PDF 档哦。以上这些小技巧，你们都要了解了吗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，两个小宝宝？都了解了，没有问题。那就好。
你们都忘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技巧。什么？如果公司有不同的窗口，务必记得不要重复寄出相同内容的信件。平常哪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我们窗口都是一对一啊。那你们上个礼拜不就跟小美寄出同一份企划书给客户？那明明就是经理害的，叫我寄也叫小美寄，任务交接你在内部也不说一声。你很烂呢，不要来乱啦。经理，家常啦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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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你们都忘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技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公司有不同的窗口，务必记得不要将重复的信件。对不起，过痛风。yeah, 不要干！务必记得不要将重复的信件寄到。对不起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如果公司有不同的窗口，务必记得不要重复将同样相同的把自己的把你们按摩。我先杀你们三个，妈的！我是社畜时代的孙小美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我的发量之外，以及我在防疫期间唯一买的包裹，就是这个柠檬。居家工作实在太热了，无时无刻都想要来一杯手摇，但是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不如就用新鲜的柠檬取代高糖度的饮料，不仅清凉解渴，还可以从小美变成大美哦。买了包裹送来了，所以呢我就想说来开箱一下我买的东西，但其实我买了什么我也忘记了。而且怎么这么大一个啊，我是买了什么东西？他可能怕会震到，所以就粘了很多胶带。这个是那个，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什么东西？我就要买这个。这个的话呢，它其实就是摆在床头柜的这样子，它就是放在你的那个床头。大家可能很难想象，那我现在就是套一下给大家看。然后呢，用完之后它就会变这样。用完之后，整个觉得人生都顺利了起来。我必须要说，我这段防疫期间呢，我的网购的欲望呢，总共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刚开始待在家里的时候，我就是上网买一些什么衣服啊、饰品类的。这个比较不是我平常会穿的风格，然后就没想到防疫待在家的时候才收到这个包裹，然后就再也没出门。身材又肥了一圈，所以这件衣服我也塞不进去啊。刚刚还漏一个，刚刚呢就是我还有买这个，然后他还有送一个超可爱的，就是小包包。要拆吗？懒得拆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像也不太会出门了，然后我就开始买一些保养品，就是准备在家长期抗战。然后呢，无聊的话就来保养一下自己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一只，我这样会不会很像业配啊？好，反正应该会帮我剪掉吧。我就看中他这个包包，我觉得实在太可爱，一个吐司人，然后我就买了，耶，好可爱哟。其实我今天要开箱是最令我期待的这一箱，也很破烂。它是我在防疫期间的救星，这些东西你们一定看不懂。还有这些粉、贝壳，是有一些工具。发现是什么人吗？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美甲的材料跟工具跟器具，然后我就订了蛮多的。
我订的光疗指甲油颜色非常多哦，这个是乳白色的，乳白色的 super 白牙膏白蛋黄白。